Hello，各位，对，我现在就是考完 SPM 回来了之后，所以来做一点成绩论的题目，然后就提醒你们一下啦，就是成绩论是在2021年4月1号考，所以就好好把握这几天时间来做一点题目咯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讨论的是2020年成绩论中阶组的第一题到第四题。那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啊，用小数形式来表示13分之3，然后找这个小数点之后第2020位的数字。那么既然它可以用分数的方式来表示，就是代表它会循环咯，就是到了某一个点之后，它的那个数码就会是很像一个 pattern 这样子，几个一循环，几个一循环这样子啦。那么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们就来做一点常数法，3.00000，你们要几个零后我也是不知道的。 OK， 所以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边0，因为3减不到东西，然后30减26，全部一次做过在下面做啦，一次过在下面做之后再全部在上面写这样子。所以这样子没有减91，所以这边会有9 10减78， 120减117， 3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移一点点， OK， 所以就有30减26， 40减39，没有看到这些跟上面这边其实差不多一样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写一下13×2，26，13×3×9，然后0769，23079，所以呢，它的那个数字就是这样子，一直6个一循环，那所以我们就会得到13分之3会是0.230769。230769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是 OK， 这小数点之后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以此类推。那么如果你要再算到第2020，当然是会算到天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善用这个六个一循环的这个道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20，它被六除之后它的余数是多少，那么我只是在这边直接写出来的啦，所以就2020推余4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1234在第四个位的那个数码它是7，所以呢在20小数点后第2020位的数字那个号码是7，所以这是第一题的答案。然后我们来往下去第二题。那么第二题里面呢，这边如果有一个凸多边形有1000个边，则至少它有几个内角是钝角，然后不必须小于180，因为凸是往外嘛，凹是往内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钝角的定义，如果你们忘记，我大概跟你们 refresh 一下啦，就是钝角就是大过90度，假设这个 X 钝角啦，然后小过180度，因为180度是一条线嘛，然后你线上你要做什么多边形我也是不太清楚啦，不过OK，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这个多边形的这个总内角和，所以就是 n 减2乘180就会179640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假设这边里面有 n 个角是不是凸边形的，就不是凸边形的 ，and 这个角是 not obtuse， 然后1000减 n 个就是钝角咯。那么不是钝角，哈哈，最大的话就是90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假设有 n 个角是90度， 1000 减 n 个角 ，OK， 不如这样子，我们来想象就是一个很衰的情况啦 ，OK，n 个角是不是钝角，可是这1000减 n 个角都是180度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之后我们再会解释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做，不过如果我们先这样子做的话， n 个90加1000减n 乘以180就会变成180000减掉 180n 加 90n， 会等于179640，这个是那个1000，这是这个1000个边的凸多边形的总内角和。那么我们这样子左思右思这样搬搬一下，会发现到 90n 等于360，所以 n 等于4。这边呢意思就是讲呢，如果我有4个不是钝角，就是最多90度啊，对不对？
就会变成可能1234，然后你就假设这边全部180180180180，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就要 OK， 这边有四个，所以我们就要放弃掉一个咯，所以我们最多只可以三个90度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之后，所以我们就会有剩下997个角，它会是钝角，不过它会很靠近180度，基本上就是179.9多这样子啊。这个正确值我就不太知道，这个就你们要自己算了，因为它在这题里面不太重要，它没有讲要，所以它基本上就会长成这，它基本上就会长成这个样子，很像一个圆鸟啊，基本上。所以这个最多只可以有三个不是钝角的角，那么最少就会有997个钝角咯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997。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在留言区那边跟我讲一下，我可以的话我尽量用我的能力解释，因为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老师啦啊。OK， 第三题。诶 ?OK。那么第三题这边你要怎么看到正奇数数列1357前十项连在一起就会这样子 ,15 位数。那么前面 N 项就会有2017位数 ,9N 的值。那么呢这边我们就要看哪一些号码有几个 digit 哦，几个数码哦。我比如讲一位数、二位数、三位数、四位数、五位数等等等，是不是一位数我们就很简单 ,13579 啦，就会有5×1=5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二位数的话就是11,13, 一直到97,99啦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么二位数总共有几个？二位数总共有 ,OK, 我们从99减 10, 再加 1, 为什么加 1 呢？就是要加回那个10啦，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怎样解释啊，不过它就是这样子，你们自己大概想想一下。所以二位数总共会有90个，然后既然奇数的数量跟偶数的数量是一样啊，所以就除一半，所以总共会有45个二位数。那么每个二位数里面会有两个数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数码的数量就会有90个咯。那么如果是三位数的话，我们就会有101 103 一路到999。那么我们这边有几个三位数呢，就是999最大的减100最小的再加1就会有900。那么900个三位数各一样的奇数跟偶数数量一样，所以除2。然后呢每一个三位数都有三个数码，所以总共有1350个数码 ,OK? 然后我们这边有四位数就从1001开始一直算到9999，所以呢就会一共会有几个四位数呢 ?9999 减1000，最小的四位数再加1变成有9000个四位数。那么呢所有的四位数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几个数码呢，就奇数的四位数9000了除2，因为奇数偶数一样，再乘4，因为每个四位数有4个数码，就会有18000。那么这个已经很明显超越我们2017了嘛，所以我们这个五位数就不用看了哦。所以我们看一下5+90+1350总共会有1445。OK, 所以我们还差，所以这个还离我们2017还有一点距离，所以我们减一下。所以呢用完了这个一位数、二位数、三位数之后，四位数的数码的数量，数码就是比如讲3,2,6这样子是吗？这个一个数码、两个数码、三个数码这样子，三个数码。所以呢我们从四位数那边我们需要572个数码，然后每个四位数都有四个数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总共需要572除以4就是143个四位数。所以呢我们总共需要几个号码，就是前面前几项 ,OK, 前面一位数就前面五项，然后如果是二位数就再加前面45项用完它，然后三位数就要450前面就是也是用完它，然后四位数就需要143个，所以总共加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得到643 which is 我们这个第三题的答案。所以你这个正奇数前面463项
全部连在一起，你就会得到一个2017位数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就来讨论我们的这个最后一题，这个就是2020的2020次方减一，然后再乘自己2020次它的最后三位数。那么呢，这个你就要注意咯，这个2020和2020次方啊，你可以这样猜，就是202的2020次方乘以10的2020次方，因为202乘10等于202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变出来就是一个一，然后后面连着一堆零嘛，这边应该有2020个零。那么呢，这整个东西的话，是不是 OK？ 2020次方乘以1000，对不对？减掉一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前面不知道不用管，然后就会有99999这样子。所以这边一共会有2020个九。那么呢，既然我们只是需要看最后三位数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只看这边，所以这一堆东西的最后三位数会是999。那么999的2020次方又怎么算呢？这边呢，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观念，叫做同余，或者是我们英文会叫 modular arithmetic。arithmetic。那么我的 YouTube 频道这边有一些影片是讲关于这个啦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你们就去查看一下咯。基本上呢，如果我们要找最后三位数的话，因为就我们就需要用到 mod 1000。因为比如讲一个号码，我们比如讲号码4761，对不对？它 mod 1000的话，我们要找的是它的余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 mod 1000的话，它就是找最后三位数了， 4761， 因为它是4000。这个就是1000的倍数嘛，再加761 761不是1000倍数，所以呢，找最后三位数就用 mod 1000， 找最后两位数就用 mod 100， 找最后个位数就用 mod 10， 这样子以此类推啦。好，然后我们就会有999的2020次方，那它会等于什么 mod 1000 呢？这个999看起来很大，是不是？不过你要想，这个999它其实跟1000很靠近，非常之靠近，所以你999减1000会等于负一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，这个999的2020次方，它其实跟负一的2020次方或1000，它其实是相等的，在这一边里面它是相等的啦 ，OK。所以呢，就看到负一就蛮开心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负一正一，负一正一，负一正一，这样子以此类推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偶数，所以就是会变成负负得正，就会变成一 mod 1000。那么呢，我们就会变成我们这一个大大个的号码，这一个大大个的号码，它的最后三位数就会变成是001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讲到这边吧。我们下一个影片里面，我们就会讨论接下来三题，就是第五题、第六题和第七题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